出一对我捧在手心，樱花泪珠洒落一襟，心底深藏多少不需付出的情，梦中常见不能爱的人，往事一段已不堪追忆，物换星移怎比得当时，如今姻缘转错，走上悲向的路，怎能够回头守候明珠，双泪垂，是我爹的主意，当然是你老子的主意，要不然我干嘛趟这趟浑水？不可能，绝对不会是我爹的主意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回家问问你老子，事情就真相大白了。要不是他的主意，我干嘛做这种事，做这种恶人，替你出这个气？这件事要宣扬出去，我的名声也就臭了。胡秘书，有，把他押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把他押下去。是。是不是您的主意？怎么，一溜烟的跑进来，连爹也不叫一声，就要质问老子？爹，到底是不是您的主意？是什么主意啊？通气抗火，杀了全家，到底是不是您的主意？
康华。谁是康华？杜座。嗯，什么事儿？我刚才看到了告示，这干嘛吞吞吐吐的？有话快讲啊！杜座，你看这林志文少爷跟康华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是志文，林志文，康华就是林志文。林志文不是去法国了吗？康华是不是林志文，以后再研究。我现在必须要问你，到底这些是不是您的主意？是又怎么样？难道你要把老子毙掉，替他们康家出气吗？老子走的桥都比走的路多，我不会害你的。你要除掉老范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大可以把这笔账算在他的头上。你也可以让老曾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，同时让老袁老唐给他一个警告。姓康的到底犯了什么罪？你要这样惩罚他呢？再说，四位叔父虽然是野心不小，但是也不曾造反的。怎么？你要等他们造反，你才收拾他？人家都快骑到你头上来了，秦家完蛋了，拿什么收拾人家？你说姓康那个混小子，那告示上不是写得很清楚吗？他四处散布谣言，煽动人心，目无法纪，这还不该死啊？他才说错一句话，难道你必须要杀他们全家才行吗？封建社会一人犯罪才会满门抄斩，你怎么走回头路了？你就晓得跟人家讲道理，人家都要爬到你头上了，你还跟人家讲道理？嗯，还想指望你发扬光大呢？我看不出三年，秦家都给你败光。如果要我埋没良心，杀人放火来维持你的事业，我情愿要饭。什么？你，杜座，二少爷，别再惹你爹生气了，你爹身体恐怕支持不住。爹，你仔细想一想，你也是个有子有孙、有妻有媳的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。如果坏的是你，你只是批评了别人几句，人家就把你全家给干掉，你有什么感想呢？好了，不要讲，不要讲了。总而言之，我这个都是为了你日后设想啊。你这样不是为我着想，你知不知道？好，你要我讨饭也好，你去讨饭也好，我都不管。你就算把老子毙掉，替他们康家报仇雪恨也可以呀。你跟我走吧。你不觉得你自己做错了吗？够了，走了。徐太太，你不是去了大庙送太太跟少奶奶吗？人呢？咱们迟了一步，太太跟二嫂的玉玺，现在太太正在狱里面急救呢。什么？上哪去？二少爷，这要赶快通知你父亲了。不可以，太太受伤的事不能让他知道，他心脏会负担不了。这个消息暂时封锁起来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。那公馆里的人呢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，我怕这件事会惊动我父亲。走，太太伤势严不严重？上面只是手脚受了轻伤，不碍事的。凶手嘞？凶手就是军团长那样最近认为叫康华的人。你留在这里，我没说，我们走。何院长，我婆婆她怎么样了？内脏严重出血，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。何院长，我求求你救救我婆婆，我婆婆她不能死，我不要我婆婆死。何院长，我婆婆如果不是祸着我，种下的应该是我。何院长，我求求你。二少爷，你冷静一点。
你婆婆天生是菩萨心肠，说不定老天爷会格外施恩，让她吉人天相。按上老来，秦太太不停地喊着你的名字。妈，何院长，我妈怎么样？曾夫人在里边陪着她。她伤怎么样？不会碍事吧？对不起，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。何院长，只有你一盆白呀！啊，对了，你爹有心脏病，千万不能惊动他。你办事一向有分寸，这次也不例外。何院长说你的伤势不太重，你休息一下就会好的。不，我不能歇呀，我怕我一歇下去我就再也不能睁开眼睛看到你了。妈，你不要说傻话。菩萨待我总算不赐给我一对孝子贤妻。妈，你好好歇着。明哲，别难过，我这一生啊无风无浪，锦衣玉食的过了大半辈子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可是唯一使我不放心的就是你们这小两口。明珠，今天的事不会是天宝做的，你要信我，你要信我呀，明珠。天宝，我也不许你欺负明珠，也不要再跟他怄气。你们俩要永远的在一起，不离不弃。要不然，我死都不瞑目。妈，你放心。明珠，你还是不相信天宝，他只是嘴硬。我知道，他心里边很痛苦啊。妈，妈，你放心，我生是秦家的人，死是秦家的鬼，我不会离开秦家的。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看到你们这个样子，我
我。胡秘书，少爷，送二少奶奶回去。记住，别惊动我爹。二少爷，只是包不住火了，督座早晚会问起太太的下落。这件事，我会找机会告诉我爹。快点把他送回去。二少奶奶，不。我要留在这儿，陪他老人家。二少爷，凶手手术已完毕，弹头已经取出，现在仍然昏迷不醒。带我去见他。是。李正。那个姓康的是不是林志文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要暗杀我们婆媳两个人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康华就是林志文。我一直知道有康华这个人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康华就是林志文。至于他为什么要杀你，更没有其他的原因。是你壁虎跳墙，我看过你的告示。就在今天早上，我跟你母亲到大庙之前，那个告示是范师长假冒我的名义发布的。算了，随便你怎么想吧。总而言之，我秦天宝对得起天地良心，终有一天你会知道你的丈夫是怎么样的人。时间可以证明一切。
天哪，没有到。天哪，自从上次跟你娘吵架之后，根据我们刚才打听到，已经到了香港。马上派人到赌馆跟俱乐部去找他。 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他。是。哎，还有错了？哎哎，飞，你先喝杯水。来来来，飞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我每天在这个时候不来回一口的话。 我全身就好像有一千只一万只的蚂蚁在我身体上苦水都钻似的。三爷，您今天抽的是珀莱大赌上董的货色，我是专程买回来孝敬三爷的。挺过瘾的吧？哎哎，你跟我说，我是不是上瘾了？哎，三爷，您先别紧张嘛，这上瘾有啥不得了啊？哎，您看我，还不是蛮壮的吗？您可别让那些无知人吓着了，您可别把这些宝贝当洪水猛兽一般看待呀。 我不想做烟鬼，你赶快想办法把我这个瘾头打掉，要不然呢，你这家烟馆也不要开了。三爷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那上瘾容易，戒瘾难呐。三爷，再说抽烟也没什么坏处，烦闷的时候您抽它一抽，身心舒畅；疲倦的时候抽它一抽，倦意全消。您要是每天到我这嫌麻烦的话，您可以在家里。 设个吸烟间，我按时呢把烟筒送到府上就是。哼！哎哎哎哎！我二哥说，吸上你鸦片烟，就是堕落废民，我不要当堕落废民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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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你们都给我干什么？我没有钱了，我全部在法国会馆输光了。老大，我们不是来向你借钱的，我们有件事情想来问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林总不是早死了吗？文二哥干嘛还要通缉他呢？告诉你说，这个人叫康华。老大，要不要回去打听一下？是是是，秦天赋他没来啊？啊啊，好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哎呦，三少爷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文二哥呢？军团长的母亲今天早上遇袭，已经去世。什么？ 军团长派人到处来找你，现在还在医院，他们正在商量怎么出殡的事情。二爷，不要再伤心了，咱们该想个办法。 这桩丧事真难办呢，既不能马虎，又不能给爹知道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依我看，我们还是先告诉老爹吧。不可以，爹身体不舒服，你告诉他，想把他气坏是不是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也是爹妈亲生儿子，难道会安什么不安什么好心吗？ 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事我们到外面再说。好吧，大哥。凶手到底是谁？不管凶手是谁，咱们都要替你娘报仇。
凶手还没醒过来，这件事我会处立，你们别管了，你们金辉科室做责，我打个电话回杜叔。你看，你爹还没死呢，他就这么神气。要是你爹死了，咱们还有立足之地呢。媚姨，不要在他背后说他坏话嘛，咱们以后还得靠他呢。哼，笑话，田红和田馥都是老爷子亲生儿子，秦家的家产。 怎么样也得分上一份呢，他把持权势，家产不能让他独吞呢，要不然的话，咱们告到法院也得跟他理论呢。我不用你来担心了，真金不怕红炉火，是人才就不用金钱来增加他的吸引力。你还劝你自己儿子担担心吧，他除了会抽大烟、吃喝嫖赌之外，他还会什么？哼，要不是沾了咱们秦家的光，他拿什么来娶媳妇儿啊？你说谁沾你们秦家的光？ 你的话，可不是说咱们天父，不是你爹的亲生儿子吧？这我可就不敢说了。这是你跟我爹当年的老事儿了。我怎么知道你当年有没有做什么风流勾当来？你不管怎么样，查清楚康华的身世，一有消息就通知我。二哥，不好好的办公。 跟我来，他就是凶手。康华就是林正。二哥。 我都给弄糊涂了。这告示是爹命令范师长借我的名义发出的，爹跟我都不知道，康华就是林志伟。等我见了告示之后，把我吓了一跳。哎，真是在屋子里待着真是闷的，冷清清的。 人都到哪儿去了？杜座，外头风那么大，我看你还是到里面休息一下。哎，老呆子屋闷死了。太太怎么还没回来啊？杜座，小的不是跟你已经说过了吗？太太一时兴起，要上奶奶跟她到庙里去参佛礼拜，要3-4天以后才能回来。杜座，外头风那么大，我们到里面去休息吧。 哎呀，你怎么老是颠三倒四的？老是不让我在外面走动啊！杜座，嗯，那不是刘妈吗？刘妈，你在这儿烧冥纸元宝干什么？哎哎，司机金生说，看到太太屋子里头。 有鬼怪在走动，我来给太太求个平安，求个平安。嗨，天底下哪来什么鬼怪？这司机金生真是岂有此理！叫他来见我。啊，这，杜座，金生今天刚放假回家去。跟我来。 门是，把你的枪拿来，杜座，拿来，杜座，拿来。
我告诉你，我问你的话，你老老实实回答我。你要说半句瞎话，我就把你轰掉。都座，我说得到做得到的。我问你，太太怎么了？太太到大庙去参拜佛礼是吗？往下讲。这都座，太太怎么了？讲。太太她死了。该你了。二少爷，你怎么了？该你了。你不是在敷衍老子吗？你想把你老子怎么样？所上法院控告我谋杀呀？听说你一天都没吃东西，拉着胡秘书一直在下棋。我也只有暂时拿这个来定定心了，等你回来好跟你交代。我也是个快死的人，不如早一点去会见你母亲，死了也好埋葬在一起。依我的话，不枉咱们父子情分一场。你把你母亲的尸体停放在哪里？我想见见她。你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今天已经很晚，明天再说吧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你母亲是我孩子，我是一个不中用的人，为什么报应会报在我头上呢？我轰到你大哥一条腿，害死了你的母亲，天宝，你心里头一定很看不起我这个做老子的。可是我这都是为了替你消除灾难，消除障碍。这个年头要想生存下去，就得心狠手辣。老子不愿意看到你一败涂地呀。你太累了，早点休息吧，别弄坏了身体。妈的丧事还由你来主持。老子没事，你出去吧。走啊，走啊。我干什么要把什么事都推到老天爷身上？好歹老子一个人担当好了。都座，老子就是老天爷，谁要是动我秦家一根汗毛，谁就该死。什么康华、林志文、胡秘书，你评评理，是他先来惹老子的。都座，早点休息吧，马上把他抓来，老子要逼着他劈腿来报仇。好。我明天一定把他抓来。都座，你早点休息。玉凤，你就放心去吧，我不会让你白死的。
玉凤，反正是他当年掉在山崖大难不死，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会入赘康家，因为他当年认为祖母是你二哥，所以怀恨在心，对他口诛笔伐，可是就是不敢用上真姓名，怕再惹祸。那他为什么不干脆找咱们兄弟算账呢？要去杀我大娘跟嫂子？大哥，他这样就窝囊废，所以才舍难挑剔的。 他就是知道嫂子跟大娘不有多大的顽抗，他好歹曾经跟嫂子也是情侣一场，爱得死去活来的，真不明白他怎么狠得下心啊！那他要是醒过来，二哥作用之下，不就真相大白？到时候不就要咱们的命吗？老大，无毒不丈夫，干脆把他轰掉算了，替当娘报仇。轰掉他？你要是下不了手，咱们兄弟可以为你效劳，你替咱们支开门外的守卫就可以了。 是不是在里面？军团长不在家吗？啊，哎，你打个电话到总督署，他可能在那边。好，谢谢。老大，我不愿意一辈子提心吊胆，是我做的又怎么样？我还不是为了要成全他跟金明珠。 我现在就回去向二哥自首，他要把我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老大，您放心好，我才是罪魁祸首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会讲你们。老大，二哥，你来正好，调查康华身世的人已经回来了，你陪我去一趟。二哥。 好了，有什么事回来再说了。军团长，李大夫已经带来了。军团长，请坐。李大夫，你是康家的？李大夫原居盘龙镇，一年前在康家当大夫。请问你，你对康华的背景了解多少呢？康老先生是康华的义父，也就是救命恩人。救命恩人？对。 算起来是3年多4年前的事了。当时康华不知遭受什么意外，给康老先生在路上发现，就送到我那儿去诊治。当时他昏迷不醒，身上还有枪伤。以后他醒了过来，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因为他脑部受了严重的震荡。 那他去法国，原来是假的；变心也是假的；他写给明珠那封信。 也是假的。
得来不易，我希望你往后能够好好的待她，不然你就是孬种。天父。 二少奶，让我进去。这是军团长的吩咐。一切后果由我承担，我进去看看就走。林志文，林志文。 林志文，你为什么要伤害我婆婆？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伤害她老人家？你为什么？这个臭婆娘，你还我一家人的命！救命！哎哎！ 哥，干嘛要救我？让我死算了。你死的倒简单，留下林志文，半死不活的，你还算条汉子吗？我希望你，看在咱们哥俩情分上，不要再做傻事了。既然有勇气自杀，就应该有勇气承担后果。难道你一点都不恨我？ 可是你心里还没有原谅我。原谅你又怎么样？但是，我绝对不赞成你的做法。只要你喜欢，你要我坐牢，我就去坐牢。
喂，报告金探长，康华隐血了。是。对了，二少奶奶她又差点遭了他毒手。怎么了？何院长现在正在里面给他注射镇静剂。何院长，小姐非常激动，我看还是暂时不要打扰她。内子呢？在我办公室休息。他没事吧？只是受了点惊吓，我也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我去看他。以后别再接近林志伟，他很危险的。他好像不认识我似的，竟然还开口骂我是贼婆娘。不错，他真的不认识你。可是他分明是林志文呢。不错，他是林志文，但是他现在只知道他是康华，只知道你是他仇人的妻子。真相大白，当年陷害林志文的主谋竟然是秦天宝，秦家前途一天天破败也是因为秦天宝，您相信吗？金明珠认清秦天宝的真面目后断然离他而去，决定与林志文远走高飞，长相厮守，怎么办？杨红与秦天红趁秦家一片混乱之际，不断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。这场风波结局究竟如何呢？匪夷所思的走向，高深莫测的情节，请您绝对不能错过《还君明珠》。